整个地球的面积，三分之二是海洋。不停流动的洋流， ，孕育出旺盛的生命力。寒流夹带水，沿着美洲大陆的太平洋沿岸北上，朝中美洲前进。这段海岸线由火山组成。 当波动的洋流撞上火山岛，深海的养分就会涌上海面。一场碰撞促成了地球上数一数二壮观的生物链。营养丰富的海水引来数百万只沙丁鱼。 这就是掠食者的大餐，大部分的沙丁鱼都会被吃掉。胃口大的海狮率先出击，鲨鱼也来共襄盛举。 沙丁鱼聚成一团，因为落单会成为第一下手的目标。不过掠食者会突破所有的防线。某一位配备中型武器的深海杀手。 蓄势待发。特地游上1600多公里的巨鲨来参加这场盛会。它前进的速率每小时高达80公里，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、速度最快的鱼类之一。虽然个性孤僻，但它们会为了这顿沙丁鱼大餐跟同类再次聚集，享受美食。 长长的嘴不是用来刺穿小鱼，而是用来攻击猎物、打晕鱼群。沙丁鱼大餐结束，这些大鱼就会离开沿岸地区，然后再次回到蔚蓝寂静的深海。 速度是许多海洋动物能成功猎食的秘诀之一。